哈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白手千手品牌的小平。你们都准备出门了吗？在气温达到十度以上的逆抽脂的情况下呢，可以试用我们白朵千手品牌的花粉浆，可以促进蜂群快速的繁殖。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一包花粉浆呢，它是150克的啊。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150克花粉浆的试用方法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剪开包装袋的三个角，沿着边剪开。剪开之后呢，直接把它拉成一字形的，然后直接试喂在蜂箱的上梁。把蜜蜂吹开之后呢，直接把花粉浆放置在巢蜂的上梁。这150克的花粉浆呢，足够试喂3瓶蜂吃7天左右的。就直接放置在巢的上梁，让蜜蜂自行的采食。如果各位蜂友对我们的花粉浆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在视频的左下角了解一下哟。